2017年1月26日，农历春节的倒数第二天，我抵达了台湾南端的垦丁。在将行李放在客栈后，我决定骑空车去鹅銮鼻公园，那里是台湾本岛的最南点。在台湾最南点的旁边，就是网红打卡点的鹅銮鼻灯塔。可惜的是，等我赶到公园里的时候，太阳已经完全落山了，傍晚的海风又大，并不能细细观赏，只好匆匆拍了两张照之后就往回赶了，因为还和樊姐在垦丁约了晚饭。就这样出去。你的自行车放哪里啊？我怎么没看到你自行车楼上？我自行车扔在租机车的那个位置。哦，你机车现在还回去了？我机车没还，就在楼下。还没还？那你明天还租一天？他24小时的，我今天早上9:30才租。可以到明天9:30还是吧？对。那你明天早上还想去哪里？不知道啊。去看日出。对啊，我今天早没有看特别好。这边哪里？这边看日出要到天云层太厚了，要到那边太平洋边是吧？对啊，今天云层太厚了，我去了那边，我去了。明天应该还可以啊，对啊，因为从今天开始这个天气好转很多很多的。是的，我反正是感觉突然从冬天到了夏天，你知道吗？你可能需要找老板租一个安全帽。哦，你说就是坐机车也得带一个是吧？可以，应该付一个押金就好了。对对对，这边只要是机车，不管你是骑的还是后面坐的，都需要戴安全帽。我那天在台中也坐了。嗯。我那天在台中也坐了朋友的机车。是吗？跟这边比呢？跟这边比？对。你是说比什么价格？对呀、啊。当然是那边便宜一点。对啊，但是我觉得这边很不好吃、啊。你要在后壁鱿鱼港去啊，那因为它白天才有，它7点就结束了。什么7点结束？后壁湖的。后壁鱿鱼港海鲜街。哦，海鲜是吧？哎，这边吃海鲜应该很贵吧？哎，在后壁鱿鱼港去以后最便宜啊，全台湾最便宜的，100块有20片生鱼片。
哦，走吧，你们快点吧，所以要给200块押金你是吧？主任，帽子我就给你了，你就用。好，我就记得带回，反正记得带回来呀。好嘞。很少看得到的，不用押金。我头比较大。自己掏一个，都意思一下，要不然抓到就300块了。抓了就300块啊？对啊，花300，没带钱花300。OK， 谢谢。晴天就没有了。哎呀，我终于来到了夏天啊！你今天加了多少油了？已经？我还没加呢。还没加是吧？你明天还的时候要给它加满是吧？对。满借满还。哎，小朋友。是老司机吗？我靠，他都踩脚了，在哪？啊？你不是没吃饱？踩脚了吗？有，可以踩一点。不是，他有个那个可以踢出来，但是没踢不出来。算了，我往前踩一下。试一下吧，看我们还能不能遇到后面有个海鲜。哎，我去，我一直站着。那个，你知道路线吗？知道，我从那边回来的。哇，你今天跑到横村海岸线绕一圈回来，你应该走了有这个有骑了有40-50公里吧？你今天？不知道，反正应该用了有2格油了。遇上樊姐其实是挺幸运的，因为我对垦丁并没有做太多功课，而她竟然都知道上哪去找实惠的海鲜了，不得不服啊。于是我们驱车10公里来到了晚上的后壁湖。靠前一点那边。好，因为那边的路比较好。好，谢谢。那边是吧？这个帽子可以直接挂脸上，应该没人拿吧？没人拿。这个台湾好像素质，我刚刚钥匙都没拔，我挂在上面这儿，我上去了，在上面待了20多分钟，我才我那个车子方面，我也一般都不会很担心，就是我都没这边应该还好，我感觉这边人这不至于那个，对，没那么多那种，比大陆要好，这点是毋庸置疑的。9号或这一桌都可以，坐个点就可以了。9号。哇，这个生意。哦，这小桌，那坐小桌。那就坐小桌。这边。你好，这个凳子有坐吗？请拿走。谢谢。啊，谢谢。那个，你那个朋友有没有给你推荐怎样点？他因为推荐他综合生鱼片是比较推荐的。100。那这个打勾呗。然后他的这是大众点评上的，你看你还想吃什么？不得不说，樊姐做功课绝对比我要充足多了，至少单在吃这一方面我就绝对不擅长。这家海鲜店生意异常火爆，要我估计是很难找到这来，因为两个人也吃不了太多。最后我们挑了一些特色实惠的点，一盘龙虾，一盘综合生鱼片，一盘奶油贝，还有一个主食和一张鸡蛋饼，折合下来大概在100多人民币。我去阿里山，我没有骑车，我是坐车上下。我坐上去。坐大巴。坐大巴，然后下来之后，然后从嘉义就骑到高雄，然后高雄到。所以就差不多骑车时间就4天了，然后在阿里山待了一天，已经待了一天，就是6天。所以也很紧张。我第一天也去到辽宁，第一天我是搭了3张船。后来就是你发了那个货之后，看到了有711，然后走到了住的地方。711找到什么地方？就是在711吃饭嘛，然后一直说嘛，黄生到底哪有空的，然后才找到。我问他们，都说辽宁没有空的。拿什么多？手机啊，APP， 我用了很多种才找到一家。
肯定我要开玩笑，我背包背着干嘛的？各种装备齐全。OK。来了。爱的角落反射着光芒，蝴蝶飞过城市高。我天哪！哇，这一段好像一时半会儿想不了。风要刮一刮也还行。觉得这里天气也够变态的。哎，看得出看成这个鬼样，我去。这个位置是龙盘公园的风吹沙，也是到垦丁必打卡的地方之一，特别是这里的太平洋日出。只不过在这大年三十的早上，我们的人品实在太好，日出看是看到了，却是淋着狂风暴雨看到的，简直屌炸天的刻骨铭心。有菜单是吧？我们可以进去点吗？还是可以可以可以。那我们先坐着，不着急。有电风扇。你东西放过来吧。可以。蛋饼，蛋饼。单一杯。还是比较满足的，看到一出还吃到热乎乎的。昨天真的好悲催啊，你知道吗？你当时去，你回来也花了不少时间吧？我吃到了那个不接受的那个地方。已经见了。九点多。95号加满。应该几十块钱就够了。有没有零的？我有零的，我有。我好多零钱，因为每次我都不喜欢掏硬币，然后硬币一直累积。对他们这边加油好快啊！盖了盖了吗？我盖了。不像那边加个油，这边交钱，那边排队一大。
走半天。对啊。那我在这边等你，你去收拾好东西，还完车。那我先上去了。好好好。哎呀，还得更新公众号，今天连三次了，更新视频，看我多拼了，今天就不写很多图文，就赶紧搞定吧，还有很多事啊，这个鼠标也没用，只能触屏操作，特麻烦。那个火车站去了。那你是要几号回到台北来着？我是应该一号晚上。一号晚上。对。哦，那我一号已经走了。一号几点的飞机？我一号早上上午的飞机。好吧。我应该是一号。我计划30号就回，30或者29号就回台北了。所以你去基隆那边做什么？会朋友啊，那个朋友是我在西藏旅行认识的，要去跟他见一面。是台湾那边的。对。那就骑吧，骑到那个啥玩意再说。你要不要来感受一下我的车子？不要。感受一下嘛。70升，一会儿下坡的时候你感受一下。就是你可能初次骑我这种车会有点感觉，会很抖动。稍微扶一下就知道了。我去，算了吧，别试了。你这你也没有称多少斤，你没有超重吗？过来的时候。我称，我这次我没称过，但是我以前的称过，以前我称过有130多斤，是140斤左右。那你是加了那个？对，加车子加行李140斤。之后一直很好奇大神的车到底有多少重，现在终于出结果了。65.8，我操。130斤，能否看得住丙察察的那个路况是吧？是啊，就拖了个人相当于。那你飞机就超重了？这次没有这么重，这次这个包没有超过30公斤，这次还好。到风港，我和樊姐就要分道扬镳了。
他要右拐，沿着南回公路翻寿卡去往台东方向，而我则要一路向北到高雄。正好是中午，我们决定在711吃个散伙饭，其实就是一人一个便当了。哎，那个哥们来着。对。好多的，这个我都喝过了。这个比较高。哦，不对，蜂蜜的没有那个，这个麦芽的这个度数比较高。这种叫什么啤酒啊？就是那个好像是叫什么新西兰那边的，就是这不是他当地的。所以下面我都喝过了，我在想要不要体验一下其他的，这个可以喝一下果酒啊。好好，来个雪山啤酒吧。喝酒不开车，开车要喝酒。嗯，这个。这么说，好的，有什么问题微信联系。
life。